片啊，超帅的，好怀念哦。原来你以前这么才华洋溢哦。对啊，想当年有吉他拿起来，不知道迷死多少人了。哦，你还真敢说嘞。真的。嗯，这是小夏学姐吗？对啊，是啊，你吗？嗯，还好，还好。大一的时候照片呢，好怀念哦。这可是我们大学时期最黄金的时刻呢。感谢欣慧姐跟我传，让我们共同回忆这样。成立的，真的，好，南跑石板呢，在1995年元宵节的时候成立。
第一次出国帮办回来的小鱼学姐和学长分享出国帮办的经验，小妖学姐和依林学长听得很心动，于是开始准备今年要出国帮办的计划。我们可以出国帮办呢，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，不仅可以跟学点传师呢到国外去，看到很多很发心的前贤，这么用心的帮办。能够开拓我们的视野啊，然后渐渐不一样的世界，那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行功了愿的机会哦。哇，出国可以学到这么多事情啊。是啊，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去吧。小妖怎么了？不要犹豫了。你这么优秀，我们相信你可以的。好，给自己一个机会吧。好，我试试看。出国了，因为听完昨天学姐的分享之后，我决定今年的寒假还是要给自己一次机会出国，给自己增广见闻的机会。真的假的？你真的要出国吗？真的啊！哇塞，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！不要太想我哦！幸福的一天又开始了，因为我们拥有上天
选择全在你自己，在命运机会中从不轻言放弃，勇敢做自己。给予，所以在这里，我会一直陪你。
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